拍一下。 都是雾，然后又是雨。对啊，没有，可惜。我跟你换位置，在这里。这算是太可惜了。在这里，我跟你换。可是我也会怕。好，大家。那里比较好，比较好吗？好，换一下。啊，好一点。手不见五指了。啊，都是雾这样吗？雾。动力太强，不行。缆车速度还蛮快的。 它的耳压会有变化哦，因为我们要敏感的，马上就有变化。哦，那个飞机起降的时候会有变化。哦，还好，不过还好。已经开始雾了。对呀。我们老板都有贴图，真的。 哎，自己爱钱啊！对啊，20分钟，不然开一个好了吼。对啊，要不然太闷了。对，都是雾啊。有点快要。是哦，不行。这样，天还好，雨不会喷出来。有。对，它这样子盖着。舒服的。好。
不然呢，我不先不管，恁阿母我袂去提这手帕。恁阿母。这样拍有拍什么吗？有啊，拍那个酱啊，那个缆车、啊。我看都是雾，都是水。有啊，有风景啊，你看，这样拍去还蛮不错的。没有，如果你待不久是不冷，然后待长一点时间就很冷。